点 APP。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 APP 节目，我是主持人曾国华。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 APP。 食安问题呢，竟然成为了各界热议的话题啊！从日本进口的这个食品是否遭到核污染，到一直备受争议的基改食品啊，究竟会不会影响日后人体的健康呢，都引发了各界的关注。继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国际间如何看待基改以及管理相关的作物跟食品之后呢，今天我们把焦点转到了台湾，希望带大家可以了解啊，台湾政府是如何为民众做好把关的工作啊。而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这个新书《基改追追追》的作者之一黄嘉玲。嘉玲你好。国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嘉玲啊，这个上一集我们谈到嘛，很多地区啊，譬如说你刚上次提到的阿根廷或是印度啊，因为种植了这个基改的作物啊，所引发了一些非常悲惨的故事啊。不过呢，现在要问一下啊，台湾目前是不可以种植基改作物的嘛，对不对？嗯，这个呢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法规上面呢没有禁止。哦，是这样。我们的种苗法当中没有禁止。不过从以前到现在呢，没有任何的公司农人来申请他要商业化种植基改作物有通过许可。Okay. 所以应该这样说，我们的法规上没有禁止，不过目前台湾本土生产的东西呢是没有基改的。是，理论上啊，理论上，所以万一有人偷偷种的话就糟糕了。哎呀哎呀，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基改木瓜偷偷种的故事啊。是，但真的有这个基改木瓜吗？哎，真的有基改木瓜偷偷种。嗯，就是呢，其实是20年前，是我们国内当时就是跟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之前曾经分享过，就所谓的基改元年，在美国是1996年，莫山都公司向美国的这个农业部申请基改黄豆和基改玉米可以商业种植，哈，通过，所以到现在就是已经20年了。那台湾其实我们之前的，比如说国科会啊，当时也在想说，那台湾我们是不是也要来研发这个基改作物？到目前其实还是有科学家或者学者他们在针对基改水稻啊、基改玉米啊。或者是说像基改木瓜，是啊，另外还台湾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基改生物叫做基改荧光鱼。哦，是是是，它是观赏用的啊。那这个都是出口，在台湾事实上我们是不可以种植、不可以养殖，但是实验田当中是可以去做实验的哈。我们想看看这个科学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在20年前呢，就有一个啊，我们这个科学应该是国科会的计划，就委托我们中部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老师叶锡东教授，他去研发基改木瓜。因为木瓜呢，它有一种号称像黑死病一样的这种病哈，叫做那个轮点病毒 （Ring Spot Virus）。那这个轮点病毒一旦感染到木瓜的身上的话，就从根茎叶花果就有这个病毒感染啊。感染它还是会结果实，可是这个果实上面如果感染了轮点病毒，它就会从外表往里面深入，所以从外面就它因为叫 Ring Spot 就是这个轮点，它就往外扩张，就黑的点点从外表到里面都会黑黑的，所以不可能变成商品，而且它蔓延的很快。你这个木瓜园当中一两颗感染了，很快你就全园都感染，就整个就惨了嘛。所以他们研发的这个基改的产品，就是说呢，能够抗这个轮点病毒的基改木瓜。事实上，全世界目前的基改木瓜在夏威夷。我去年去夏威夷看哈，看到最新的资料是大概90%，那个夏威夷的木瓜都是基改的，他们的特性也都是抗这个轮点病毒的。那如果大家到中国去哈，中国也有基改木瓜，比如说广东。我前阵子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广东的农业局的这个局长就出来跟大家喊话说，咱们广东省啊没有这个转基因的大米，可是咱们的木瓜呢都是转基因的。不过台湾允许这些这个就是基改的食品进入？不允许，这个是有特殊的要申请，所以我们没有基改木瓜。但是有其实我们曾经有这个木瓜，因为农友不知道到底怎么来的，目前还是罗生门，不过推测大概是从这个实验田当中流出了这个木瓜的种子，是，所以农民就去种啊，说哎这个很好啊，都不会感染病毒啊，所以没有种下来，就外销到日本的时候被抓包，真的啊，就抓包2次，所以我们的农委会他们曾经做过一些清田，然后就是威逼利诱啊，软硬兼施，希望我们农友可以把那个已知道的这个是基改木瓜的
树就把它砍掉，是去种飞机改的比较好。那前阵子也有传出来说，我们外销到中国去的木瓜呢，是不是也被机改的污染等等？那所以这个目前可能要问农委会到底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知道可能是有某些地区还是有一点污染，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农政单位要把关的。是有罚则吗？有罚则，很重吗？我记得有上百万。对，这个如果是偷种的话，这个是根据种苗法，你没有通过核可偷种的话，这个部分是有罚则的。所以如果民众对这个部分有了解的话呢，去检举可能会获得检举奖金哦。好，可以考虑一下。你怎么看待这个政府现在对于机改的这个立场态度？我们目前政府在机改作物的种植方面确实是非常戒慎恐惧的。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因为台湾毕竟我们这个是小岛，所以万一真的发生基因流布的这个污染的话呢，就要很小心啊。那我们可能到时候逃都没有地方逃，说你这个全面的一旦发生了这个影响的话呢，事实上是很快的蔓延开来。像前一阵子有媒体爆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虽然不可以种植，是，但是我们大量的进口机改的玉米和机改的黄豆，是。所以呢，这些机改玉米和黄豆是拿来做什么的呢？除了给人吃之外，它很大的一个部分，主要的部分是拿来榨油或是当饲料。我们都知道，像机改黄豆和玉米，它们主要的用途就是，如果我们在那个联合国粮农组织，他们对于玉米和黄豆的定义都是油籽，是 oil seeds。 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的沙拉油主要就是用机改的大豆，然后有的时候会用玉米油等等，给我们的鸡猪牛羊鱼吃的东西，饲料，对，饲料的。那他们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他们跟国外进口，主要是美国啊或中南美洲进口来了这个机改的这个饲料玉米当机改的这个玉米和大豆当饲料呢，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卡车运啊，不小心会掉出来，是撒在路边，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喂，它会长出来，所以我们的路边会长出机改的黄豆或是机改的玉米，这个是已经有媒体爆料，然后真的抓到这件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农委会也说他们在这个部分会更加强去管理，要小心防堵。因为虽然黄豆和玉米不是说那个花粉马上会飘得满地都是，不像油菜。那像日本或是韩国，他们就有这个机改油菜污染的问题。那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大家还是要小心。所以这算是一种另类的污染，对不对？对，虽然好像目前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台湾，譬如说我们说本土的这个黄豆或是本土的毛豆，最近刚好我们高屏地区的毛豆已经开始采收了。是，大家如果想要吃毛豆的话，这个就是最好当令的季节，然后都长出来都非常好。那其实今年的因为气候变迁，毛豆种下去已经晚了很多天，但是还好听过北有保庇哈，就没有再给我们很奇怪的天候，所以他们毛豆就长出来了。那这个东西我们外销到日本去，或是我们自己吃一些黄豆或毛豆产品，那很重要的一个优势是我们是非机改的。那如果这个后来真的有不小心的这个基因的污染的话，那我们本来比较自豪的这个优势就没有啦。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不管是农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农政单位都是要小心。不过您刚刚讲的是外销被抓到吗？没有，木瓜是。是，那如果是内销怎么办？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是，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漏洞嘛，对不对？对，这是一个漏洞，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开始关注。所以这个机改造成台湾这个农作物的这个污染的话呢，这个可能比较倒霉的是台湾的民众就是了。台湾民众有可能会吃得到啊，而且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说我吃得出来，我们不可能吃得出来。人体不是机改的这个测量器，没有办法哈。对，所以不过那个能不能举一个例子了哈？不管是台湾或是美国哈，这个机改污染哦，其实最后还会变成一个官司，对不对？是，因为这种可能不小心捡到的种子，你拿去种了，到时候还会被告啊。还有啊，那个我还不是自己拿着种子去种，因为我们说我们可以决定种子种在哪边，我们人为。可是，风要往哪里吹，把花粉往哪里带，或是你有小蜜蜂啊、小蝴蝶啊这种会授粉的昆虫，它往哪边飞，你更不知道啊。所以他们其实上不管在美国或加拿大，都有这种林田污染的事情。是，譬如说很明显的，就是大家觉得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就是加拿大有一个农民，他的玉米
米田呢就被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孟山都警察。是啊。对。孟山都因为他就是想要说，哎，那我要知道我们这个跟农民去这个提供种子，我们都有签约嘛。那我怎么知道农民有没有偷种？所以就有一个孟山都警察他会去巡田水。那么他们就有一次应该就是看到这个加拿大农民呢，就发现他这个玉米怎么有孟山都的这个基改的品种，是检验出来啊，农民就说我又没有跟你买，我也没有打算种，我要种的是惯型的非基改的玉米啊。所以后来呢两边就对告，啊，孟山都就告他们侵权，告农友侵权。是。那个农友就说你污染我的田，我根本不想侵你的权。所以这样子告来告去，而且这个不是单一的 case。是。全世界到目前来说呢也有上百件这样子的 case， 有点像是农民的小虾米对抗像孟山都这样的大金鱼。而且这个最后官司好像都是孟山都赢了，有赢有输。OK， 对，所以但是孟山都老实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占绝对优势啊。他那么有钱，所以他可以聘全世界最好的律师团。那有人在问说啊，孟山都干嘛在乎这件事情啊？他跟农民求偿，老实说，对他来说不是九牛一毛，或者九牛很小很小很小一个细胞。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要杀鸡儆猴嘛。那最好是能够威逼利用到这些所有的农民。都用我们的这个基改的种子，是，那你就没有被我告的危险啦。所以也有人说这个是孟山都的手法了。OK， 好，所以这个知道哈，这个其实基改的食品是会污染的哦，这个污染的这个状况。可能有办法把关，可能没有办法把关啊。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基改食品进入台湾嘛哈，是应该有一个审核的标准，对不对？哎，老实说。像什么时候基改的食品进入台湾，比如基改黄豆什么时候进入台湾，都还没有人知道哎、确切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说1996年哈，戏称为基改元年、那到底什么时候进台湾的，大家不知道，只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有立法委员还有民那个公民团体、消费者团体啊、他们去检验市售的豆浆，后来发现说哇嘞，90%以上的豆浆竟然都已经验到有基改，所以我们当时那时候还不叫食药署，那个还叫做卫生署吧，是才赶快定了一些把关的机制。那一直到去年2015年，我们才有比较清楚，2014年、2015年才有比较清楚的，就是进口的时候，你这个进口的基改的黄豆和非基改的黄豆，我们的货号分流。在以前，只要是进口的黄豆，它的货号都是同一个，是，所以我们只能凭臆测。或者公司自己推测一下，我们的主管单位大概推测一下，说大概有多少是多少吨是基改的，多少吨是非基改的。那直到这一两年的这方面的把关才比较完善。那就像国华刚刚问的，确实因为现在各个公司在研发很多的基改产品，哪些基改产品是可以进台湾的，在那个卫福部食药署下面呢有一个基改的食品的审议小组、那是由专家学者他们所组成的，那他们就公推出来有这个有主席啊等等哈，像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审核。不过对于我们啊，就是所谓民间团体或是我们有在乎基改议题的人，我们也常常质疑说，你这个感觉上也有一点黑箱哦。因为假设大家现在我们去看那个食药署的官网，是它里面有一个关于基改食品的这个专区，你点进去看，它就会告诉你说我们有这个基改的这个审议小组啊，基改食品的审议小组，你想说，政府资讯公开很不错嘛，是，我们就点进去看，他就会告诉你，我们现在开了几次会议，比如说，好像我记得到今年12月，可能开了79次会议吧，但是他就有会议记录，你就点进去看，然后会议记录，你就会噗嗤的笑出来，因为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本次会议结论就是 A 公司申请的基改产品呢，资料要再补件，或是 B 公司申请的这个呢，通过审核，就是可以上市等等。什么东西通过审核？不知道。哦，它里面没有把它明写出来。没有，我刚刚说的 A 或 B 不是因为我要方便说啊，这个比如说甲某某啊、乙某某，不是，它上面真的这么写，就真的写 A 公司。所以根本进口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哪一个公司进口什么东西，然后要补什么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应该讲说，这个民间团体有去跟这个小组做沟通和协商吗？没有，我们没有因为事实上我们并。
不具有任何的这个官方或者是说学者的身份，不可能进小组。是，不过我们确实曾经在一些会议的场合跟我们的这个农政或者食安的主管机构反映这个问题、嗯、我们希望至少这个部分的资料哈是要给民众知道的。因为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大家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基改食品呢，全世界的这个四大基改明星商品就是黄豆、玉米、棉花和油菜，是这四个产品呢，在台湾是合可进口的、嗯、可是有一天我们就突然巧巧的发现，在食药署公布的各项资料当中呢，突然多了一个甜菜，那这个没有人知道、嗯、哼，所以这也就是说民间团体在质疑这个部分，说哎，你们，所以我们完全无忧智慧。譬如说像现在在美国或在加拿大，他们正在已经通过了，那正在可能要推上市的叫做基改鲑鱼、嗯、另外还有在美国华盛顿州种出来已经有基改苹果，北极苹果嘛，嗯，对，北极苹果啊、嗯、啊，接下来会有三四种品种啊。那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不会进台湾，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你会不会有公司送进来说我们要申请合可进口等等，我们都不知道。那这个跟全民的食安确实是蛮相关的，所以应该要更公开透明啦、嗯、最好是要有一个这样的机制，至少让民众知道嘛。好，不过台湾呢，这个刚刚有讲说比美国好一点，就是我们在法规上面有在把关了哈。我们至少做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在食品标示上，我们强制要求有这样的一个标示，说如果你这是基改的东西，一定要标示标示它的成分嘛，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禁止基改的食品进入校园嘛，哈，对不对？啊、是是是。好，这两件事情呢，算是我们比较先进啊，哈。不过这个刚刚提到嘛，哈，就是说如果站到前面啊，就是说暗黑版的这样子一个状况哈、我们更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进来的话，您觉得哈这样的制度哈，刚刚提到这两项制度的话，真的可以让这个民众在这个食的上面可以达到自保这个目标吗？我觉得相对于譬如说2013年我们在这个基改的运动的这个部分哈、嗯、在发起这个倡议之前呢，我认为大部分民众在这个部分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了。是，所以一方面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们会去选购的时候会注意，所以第一项是关于基改食品的全面标示，强制标示这个部分呢，我们的法规做的确实非常完善。那至于执法的这个部分，那就必须要再看我们各地的这个卫生局，主管单位是各地的卫生局，还有我们的这个食药署啊，是这方面的把关到底怎么样。嗯、那他们，我自己我个人的感觉啦，我觉得因为这个的刚好就是火线上的议题，所以一般大厂商在包装食品的这个部分呢，老实说我认为他们比较不敢蓄意的去混淆视听或者说不实的标示、嗯、因为老实说基改食品和非基改，譬如黄豆来说，它的进口价原料的部分并没有差那么多，能够让厂商铤而走险。譬如说我们说那个非基改的这个黄豆跟非基改的黄豆比起来，它的价差大概是贵20%-70%之间，并不像说另外一个我们讲有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个贵那么多。所以那如果你再把它变成像黄像那个盒装豆腐，是盒装豆腐老实说你黄豆的用量并不多、那这个部分呢，我自己觉得在包装的食品上是还可以，这个部分可能还可以安心的。是，但是确实有很多散装食品的部分哈、或是我们在菜市场我们去餐厅、去买豆干的话，那就很难讲了，对不对？对，那这个民众真的自己没有办法知道，那真的就要靠主管机关哈，去好好帮我们把关。那校园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说校园午餐非基改的，也指的是农产品形态的基改的作物，或者是初级加工制品。假设你整颗的黄豆或整颗的玉米，这个绝对不可以是基改的。那初级加工制品就包含豆腐、豆干、豆皮、豆包啊这些，可是我们讲的都还没有包含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沙拉油啊，或是果糖啊、okay， 或是酱油、酱油、但是还好的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特别是酱油的大厂几家哈，我们叫什么一家烤肉、万家香、我没讲啊 okay， 或者是什么金什么什么之类的哈，这个他们市占率很高，目前好像看起来都全生产线都改成非基改的豆片去做酿造了，去做制造，所以这个部分也真的是消费者力量的展现哦。 OK， 算是一个好的结果，很好哦。不过我必须要提到一件事情啊，嘉玲在上一节的时候有提到哈，就是说这个背后都有很多
商业机制的利益在里面，对不对？我一定要问一下了哈，这个我们在跟美国这个做商业谈判的时候，美国这个非常清楚啊，就是在商业谈判的时候把这两项规定啊列为这个贸易障碍，真的、啊、很伤脑筋。是，那您觉得未来可能会改变吗？这个有可能会，就像是美猪可能要对台湾扣关，扣关啦。嗯，是啊，我觉得明年2017年是到底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就以商人治国的美国的话，这个部分川普对是啊，他就因为基本上就是在商言商，那美国就是机改大国，他当然是要代表他国内的这个机改农民的利益或机改厂商的利益对其他国家。所以事实上，在今年2016年3月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局他们提出来，就各国就美国跟各国的贸易的障碍评估当中，就把机改食品的全面标示，还有机改食品不可以进校园呢，列为美国和台湾的贸易障碍的第一项和第二项。是，所以我想接下来呢，美国一定会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确实要很小心。但是在消费者的立场，我觉得全面标示这件事情不容易走回头路啦。就像我们在上一节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美国自己都制定了，虽然觉得是暗黑版的这个机改食品标示，既然他们都自己制定了这个标示的法案，所以对民众食物知情权的这个保障，不管是到底落实多少哈，或者诚意有多少，但是看起来这是一个宣示要做的事情。是，所以对台湾的民众来说，我们要求这个食物知情权，要求保障这件标示这件事情呢，大概不会走回头路，所以要靠所有的消费者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自己也要挺住哈，要硬起来。如果你在选择上面呢，更很清楚的告诉厂商说，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自主选择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的政府也比较有立场，好，比较有后盾，再去跟美国做进一步的这个贸易的协商。好，所以这个从嘉玲的这个分享，大家可以知道哈，这个争议哦没完没了哈，没完没了，后续呢还一定会这个持续的发展下去了哈。那台湾想要借由这个区域贸易谈判呢走出去的同时呢，未来是否会遭遇到更多食安的困境跟挑战呢、啊？都是我们全民必须要去共同面对，是而且要取得共识了哈。相信呢相关的这个机改的议题呢还是会持续的下去啊。那我们也会这个继续为您关注。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哦新书作者哈这个机改追追追这个黄嘉玲来帮我们做分享跟解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请到嘉玲哦，谢谢，谢谢。